观众朋友回来，我们先插播最新收到的消息。有民众报案表示，看到一架轻航机疑似在台东县的长滨渔港前方的海域坠海。这时间大概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多。这报案民众说，他眼睛看到了一架小型的轻航机呢，本来是在海面上滑行的，可是之后就突然消失了，担心他是不是坠海发生意外怎么办？这个距离其实离这岸际渔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现在相关单位是立即派遣了人车到现场去搜救。目前是没有发现到任何迹象，随后向台东花莲寿丰等航空站求证，也没有发生任何失事情况，因此这详细情况到底民众看到的是什么，还有待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